榴莲啊，因手可扒不开，只能耐着性子用刀慢慢削。因为泰国榴莲都会在七八分熟的时候就从树上摘下来，这时的榴莲外壳还是青皮的，非常生硬，用手可撕不开，所以只能用刀削。而刀削榴莲最难的就是把握好每房榴莲肉的位置，所以削起来非常小心，甚至一寸一寸的去皮，就是怕削坏了果肉。而且这种果肉也不是软糯的，而是有些脆生的干包肉。我们国内吃到泰国榴莲都是催熟过的，所以吃起来会更软糯。